不是。她是一个农村妇女，却不想待在农村，只想进城赚大钱。谁说女子不如男？我们全是花木兰。十年做赔了五种生意后，她异想天开，要用一种没人要的叶子赚钱。以前就是说，谁家养了羊啊，打卖给羊吃。这个女人想钱想疯了。杨国云呐，杨国云呐，你小小人你这么能败坏呀？为了省钱，他饿得忘记了肉味，但做出来的东西却无不被人拒绝。于绝境之中，他背水一战，硬着头皮闯进了五星级酒店的大门。感觉这里就跟皇宫似的，来走去我也是懵。别人忙着送货，他却只顾聊天，还扬言聊天远比送货赚钱。聊天我就能把钱赚到手。看想发大财的小村姑杨桂云如何白手起家，实现年销售额近千万元。大家好，欢迎收看《致富经》。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叫做杨桂云，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村民都说她想赚钱呀、都快想疯了。十年做了五种生意，全都赔了，欠下了20多万元的外债。但在2005年的时候，杨桂云却突然的发力，带领当地20多位妇女，到2013年。就打造了一个年销售额近千万元的企业。那么他又是怎样做到的呢？记者赶到杨桂云老家的时候，天色已晚。这位正在跳健美舞的人就是杨桂云。跟记者一见面，他就兴奋地说了这样一句话：谁说女子不如男？我们全是花木兰。在接下来的采访中，谈起杨桂云的创业，他的朋友和村民对他的评价引起了记者的好奇。太疯狂了，哎呀，大家伙都说呀，说这个女人想钱想疯了。这个媳妇儿不靠谱，净想那个叫什么歪门邪道之类的吧。杨桂云是河北省抚宁县浅南村的普通农村妇女，一直有个创业的梦想。她摆过地摊，卖过服装，开过儿童乐园。十年间做了6、7种生意，但都以失败告终，还欠下了20多万元外债。有人说杨桂云呐，杨桂云呐，你小小人你这么能败坏呀？哎呀，外人呐，都离他远远的，也不好意思打击他。说你想搞点事业，想干点什么，光凭着一股的热情，就是拼了命也不一定行。大家都认定杨桂云没有做生意的头脑。2005年。杨桂云又要用当地山里一种不值钱的叶子来赚钱，更是遭到了很多人的嘲笑，都认为他是异想天开。这些叶子都是挺不值钱的东西哈，就能怎么一下能变成钱哈？就以前那个都没人用，以前那个老百姓都是我们都拿它烧火，就打家去当柴火用。除了农村烧火，要不然喂牲口，没啥大用处。但就在大家等着看笑话的时候，杨桂云竟然真的用山里的一种叶子，4年时间打造出了一个年销售额近千万元的企业。就连曾经嘲笑过他的人，现在一有空就跑到山上去为杨桂云摘叶子。搁在我人手里没啥大用，搁在山里他就变废为宝那种感觉。人家就是脑子好使，不是？咱也不知道人家叶子干啥的，反正他给咱钱，咱就给人家打。这个在村民眼里想钱想疯了的杨桂云，到底发现了什么商机？他又是如何白手起家创造千万财富的呢？从2005年起，当地村民就发现有一个妇女总是独自上山采摘一种叫菠萝叶的野生树叶，而且一摘就是一整天。菠萝树生长在燕山长城一带，十分普遍，以前有村民用它喂羊烧柴，其他别无用处。而这个女人的举动让很多村民都感到好奇。挺奇怪的呗，这种东西吧，在山上一时一点用处都没有。以前就是说谁家养了羊啊，打卖给羊吃。来摘叶子的人就是杨桂云。为了采摘这些菠萝叶，他还差一点丧命。2006年5月的一天，雨过天晴，一切都跟平常别无两样。
但正在山上采叶子的杨桂云却隐隐地感到了一丝不安。这好像风声特别冷，就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就我拿一光这一扫的时候，一看就一吓得我妈呀一叫啊。就在他正要伸手摘叶子的时候，树丛中一道寒光闪过，一条碗口粗的蛇吐着信子冲他迎面袭来。杨桂云吓得脚底一软，连人带篓滚到了山下，被摔得浑身是血。但此时杨桂云的脑子里却只有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想法，那叶子都闪了，我就是没心思说我身上的疼痛，我就想到这个叶子反而这是我的心血。在生死关头，杨桂云竟然还想着那些别人都看不上的叶子，朋友们知道他的想法后都觉得又气又笑。我想到的是这个玻璃叶洒了，篓子翻了，觉得这个多不值当啊，你说要是挣不着钱想先另说，命都没了还有啥用啊。这个女人想钱想疯了。这件事之后，家人再也不让杨桂云去采叶子了，但杨桂云却不顾阻拦，咬着牙把烟灰往伤口上一烫，第二天又一个人上山去了。既然就是不把我摔残废，老天爷还让我干。这回大家伙彻底纳闷了，杨桂云不要命的采那么多叶子回来后又洗又刷，她究竟是要做什么呢？这一切都源自她在菠萝叶上发现的一个商机。22岁那年，杨桂云从供销社下岗，此后的10年间，她做过6-7种生意，但都以失败告终，还欠下了20多万元的外债。2005年，杨桂云决定用当地没人看得上的菠萝叶赚钱。妈妈，有清香味儿，有一点儿。采访时，杨桂云把洗干净的菠萝叶和一盆江湖状的白面摆在了记者面前。嗯，它是高颜料的味儿啊。杨桂云向记者传授了一招她的独门秘籍。啊，你看着我啊。帮你学一下啊，把这面首先要搁到这个叶子上。10几分钟之后，记者亲眼见证了这些叶子改头换面的全过程。哎，好好看啊，好好看！一吃还特别的香，就是有这叶子的清香味。原来杨桂云要做一种叫菠萝叶饼的小吃。相传在明朝，戚继光镇守山海关时，菠萝叶饼从南方流传到这里。由于年代久远，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只有杨桂云老家附近的几个村子还保持着每年5月5号吃菠萝叶饼的传统，这让整天都在琢磨着想赚钱的杨桂云发现了一个商机。他认为既然现在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喜欢来农村寻找土特产，把菠萝叶饼卖到城里去也一定能生意火爆。我觉得我的灵感就来了，以前我做那些生意就是别人都会去做都会模仿，但是这一次真的不一样，因为越是别人不知道的产品它越有向上机。但杨桂云的想法却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都是农村自己家吃一点完包一点，城里人闷吃，干啥都不成功还做啥呀。杨桂云不服气，2005年他从广播里听到一条消息，秦皇岛市要举办首届旅游名吃大赛。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把自己做的菠萝叶饼送去参加了比赛。连杨桂云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的菠萝叶饼竟然获得了地方特色旅游名吃奖。菠萝叶饼是最具青岛特色的一种食品，应该有人去做。虽然它土一点，不是一做出来恐怕就那么好，就那么好吃，因为它有青岛特色呀，对吧？你在别的地方到别城市，恐怕你说吃不到这种食品。大赛评委们看重菠萝叶饼的地方特色，因此没有对口味做太高的要求，还给杨桂云提出了继续改进口感的建议。尽管是这样，这个奖给了杨桂云极大的鼓励。他去城里调查后发现，菠萝叶饼的市场还很空白。为了抢占先机，杨桂云立刻回家注册了公司，准备大干一场。然而那时杨桂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发现的这个商机不仅差点把他逼上绝路，就连公公婆婆也被害得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为了改进口感，杨桂云拿着菠萝叶饼四处找人品尝，但同样一批菠萝叶饼，有人吃着咸了，有人却觉得淡，
有人嫌皮厚，有人还抱怨撕叶子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把皮弄破。真是想不到的，这个过程这么艰难。事情到张罗到这儿了，你不能总这样的半途而废呀。做什么事情，你既然你认准它了，有商机，你得要坚持。为了改善菠萝叶饼的口味和品质，从2005年10月开始，杨桂云自己在家里做起了试验。有时候她连着半个月，一天只睡3-4个小时。每做出一批菠萝叶饼，就送给别人品尝。为了省钱，杨桂云不仅自己要上山采叶子，还逼着自己半年都不吃一顿肉，就连包菠萝叶饼的肉馅儿，他都只用筷子蘸点尝尝味道。长期营养不良让他的体重急剧下降，身高1.6米的杨桂云最轻的时候才只有80斤。80多斤一个小女孩背着花筐上山采叶子去，她一摔我也心疼啊，娘俩在半山腰儿抱着哭，我心疼他，他也心疼我，汗呐，眼泪呀，一块往下流。60多岁的婆婆实在看不下去了，自己出去想借200块钱买肉回来给杨桂云补补身子。看60多岁的老人出来借钱，本来就对杨桂云创业的事议论纷纷的村民都围上来指指点点，流言蜚语铺天盖地。每天都有人上门要债，公公婆婆被逼的只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乡下人进城做买卖，去哪儿都不认道，人家就不看，就跟你轰，你就跟轰那个就说是乞丐似的，就跟你轰出去。送上门的菠萝叶饼却没有人要，当时心咯噔一下，就觉得抱着一线的希望来的，你说你咋就不尝都不尝了？感觉他这人挺可怜的，当时没想用这些东西。一个发现让杨桂云峰回路转，让小餐馆都不要的菠萝叶饼一夜成名。2007年4月，杨桂云终于将菠萝叶饼研制成功。他不仅找到了正确的和面方法，解决了皮和叶子不容易撕开的问题，还针对不同的人群，成功研制出了10几种口味各异的菠萝叶饼。原以为能进城卖个好价钱，可一向乐观的杨桂云却站在这块礁石上，想要跳海自杀。太苦了，一般常人无法忍受的那苦。让杨桂云如此绝望的原因，来自于他投入了所有心血的菠萝叶饼。2007年4月，杨桂云满心欢喜地带着他的菠萝叶饼进秦皇岛市里推销，还没拿出手就被拒之门外。穿得很破，上一进城小老太太似的，那门瞧得起他。破裤烂袄穿着呢，都看不习惯了。来到秦皇岛市后，杨桂云一家饭店也不认识，只沿街挨家挨户上门推销，但餐馆的老板们却常常连看都不看就把他给轰了出来。哎，这不看，就跟你轰，你就跟轰那个就说是乞丐似的，就跟你轰出去。哎，当时那种心理，自己都要钻到地缝里的那种感觉，真的没面子。从2007年3月到10月，大半年的时间，杨桂云几乎跑遍了秦皇岛市300多家餐厅，但就算他费尽口舌，也没有人愿意要。这东西太土，上不了大的席面，是怕这进来，浪费成本呢。是吧？没有市场你就浪费了。在菜谱上就是没人点，没人问这个东西，因为他这个东西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他一包这个叶吧，大伙就感觉到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花费2年心血，好不容易做出来的菠萝叶饼，竟然没有人要。在人生地不熟的城市里，杨桂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和无助。就在他快要撑不住的时候，没想到有一家餐厅竟然答应了他试试卖的请求。哎呀，我说谢谢你，我就给人家就这样的知识，我说谢谢你，回去以后我就心里也高兴美滋滋的哈。我然后过几天了，我再上那个回访。然而一个多星期过去了，都没有收到任何反馈。杨桂云按捺不住性子，主动找上门，却看到自己的菠萝叶饼被原封不动的放在冰柜里，连包装都没有打开。当
当时心咯噔一下，就觉得抱着一线的希望来的，你说你咋就不尝都不尝呢？出于礼貌对吧，我感觉他这人挺可怜的，就先忙上把这个样品先放到这儿了，当时没想用这些东西。接连而来的打击让杨桂云心力交瘁，此时她的丈夫也因为做生意失败欠下外债，让家里雪上加霜，就连孩子的学费都只能靠70多岁的公公捡破烂来卖钱才能交齐。杨桂云在海边第一次有了轻生的念头，但谁也没有想到几天之后，这个一度想要跳海的女人竟然神不知鬼不觉的把小饭馆都不要的菠萝叶饼卖到了城里最高档的餐厅。哎呦，我太兴奋了，因为这秦皇岛大酒店在秦皇岛来说就应该是数一数二的了。是不是他们老王买瓜自己自卖自夸，或者是往脸上贴金的？杨桂云之所以能把产品打入高端市场，还有源自于她心中埋藏已久的一个疑问。这块奖牌一直摆放在杨桂云家中最显眼的位置，太多次的打击让她不禁产生怀疑，如果菠萝叶饼真的没有市场，那评委们为什么要把这块奖牌颁给自己？终于有一天，杨桂云在这块牌子上面找到了突破口。你说当时参赛的都是好多星级大酒店，既然就说是官方也认可，评委们都认可，这么多大酒店的厨师长当时也看了，我就想为什么我不去联系这星级酒店呢？杨桂云认为高档餐厅对食材的选择更为讲究，就用尺寸较小的叶子做成了更为精致的菠萝叶饼，他专程随身带上卫生许可证、营业执照等相关证件。2007年底，杨桂云推门走进了秦皇岛最高档的酒店大堂，感觉这里就跟皇宫似的，不知道哪是哪儿，来走去我也是懵，这边也有门，这边也有门，哎呀，我就不知道咋走了。连旋转门都不知道怎么进的杨桂云就像闯入了另一个世界，他每走一步都十分忐忑，虽然绕得晕头转向，但他却奇迹般的见到了从不轻易会客的行政总厨。进来都能进来，我琢磨他怎么能找不到我呢？杨桂云当时连什么叫行政总厨都不知道，但通过吧台打听，他找到了厨房的位置。正巧当天行政总厨正在厨房视察，杨桂云抓住机会，当即请求加热一袋菠萝叶饼，请大厨们品尝。没想到这次他一举获得了500件菠萝叶饼的订单。跟我这磨了最起码得有一个多小时，他不是说是就上赶紧把这东西塞给你，他总这个站在这个我们使用这个角度，他可能意识不到这个是销售的另一个方法，但他这个成本在实际上呢，这是销售的一个最好方式。2年时间，杨桂云竟然不费吹灰之力就实现了销售额从不到10万到800万元的飞跃，在销售版图不断扩张的同时，他竟然夸下海口，说自己坐在家里，钱就会自动送上门来。我在家等着，我就能赚钱了。2013年10月9号，记者在采访的时候碰到了这样一幕。哎，菠萝叶大姐，这些年来，杨桂云一直亲自上门送货，时间一长，她有了个亲切的绰号。你们叫她什么？啊，菠萝叶，菠萝叶大姐。菠萝叶饼子吗？大姐。大姐。为啥叫这个名字？因为咱常送菠萝叶饼子来，那常客知道，就是他叫的。谁都不知道杨桂云的名字，大家就管她叫菠萝叶饼大姐。从2009年起，大家发现杨桂云的行为开始变得有些反常。她不仅送货的时候变得不紧不慢，还口出狂言说自己坐在家里也能赚钱。我不送货，我在家等着，我就能赚钱了。那时候菠萝叶饼每年卖出的钱加起来不过10万块钱，但自从杨桂云夸下海口以后，企业的年销售额竟然在2年之内迅速突破了800万元，足足增长了80倍。哎，我都觉得哎特别的惊奇，一想到前2年是那么苦啊，挺不容易的，一下就变得这样似的，哎呀真是的，哎没想到。杨桂云趁热打铁，拿下了城里的10几家高档酒店。时间一长，杨桂云感觉如果光靠自己上门推销菠萝叶饼这一种产品，企业很难做大，他开始琢磨着让产品多样化。2008年的一天，
正在饭馆里吃饭的杨桂云无意中听到有顾客向老板询问一种叫做野菜团子的小吃，这让他立刻来了兴趣，便向老板打听。我当时就想，既然我能做伯乐饼，我就可以做这个野菜团子。你产品多样化，这企业有可能就有发展。你要单一的一个伯乐叶饼，有可能就是说有人认可，有人不认可，是吧？那就是特别狭隘了。杨桂云开始一门心思研发新产品，再也没有时间进城推销。大家都以为伯乐叶饼的销路会因此停滞不前，但杨桂云却像施了魔法似的，让想买伯乐叶饼的人在他家门口排起了长队，甚至都有外地的人慕名而来。唐山的慕名而来，根本订不到货，司机回去说嘛呀，说那个装货呀排了老长时间了才回去。我赶上什么外边车有的事，我都赶他时间差的来，我不能等着这么长时间。我这个车我一天我得一天得拉一车，有时候还得排门口。杨桂云的生意之所以能如此火爆，都要归功于2009年他在酒店送货时发现的一个商机。大多数上酒店送货的人都是卡着时间点匆匆来去，但杨桂云却总是提前半小时就到达送货地点。他打着送货的名义却不带货，只顾着跟人聊天。大家都觉得杨桂云变得有些不务正业，但他却说聊天比送货更赚钱。聊天我就能把钱赚到手。原来在农村土生土长的杨桂云因为不识路，在城里推销起来一直力不从心。2009年他发现很多到酒店送货的人车里都装着好几样不相干的东西，本来是卖蔬菜的，竟然还装着调料麻团，这让村里来的杨桂云感到十分吃惊。我当时想我都不敢想，但是我真的看到他车上有这个产品呀，我就想是不是他能送那个，是不是也能送我这伯乐叶饼呢？他们跟酒店接触的时间也长，是吧？关系也好，然后他们的宣传力度会比我还要高了。我来推销，我肯定比他快，的确是，肯定比他快多了。青红岛人，再说的哪个地方都认识，大型饭店、小型饭店的。杨桂云的伯乐叶饼迅速拓宽市场，到2013年9月，他的十多种产品已经销往保定、唐山等周边地区，年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4年的时间，一直被村民笑话的杨桂云靠坚持不懈的努力创造了财富。采访时他告诉记者，发现了商机啊就不要等待，就算没有钱也可以创业。那么他为什么这么说呢？90秒广告之后精彩继续。不能说等资金来了你再去创业，你没有资金也可以去创业的。利用当地的资源，比如我这一块是吧，你说有这个山上有这个资源，有这个叶子，我不用花钱，我自己亲手去摘，采摘下来我就可以把它卖成钱。当你卖到第一笔钱的时候，你就有了一部分资金去周转这个事情了啊。创业还要趁早，对，抓住机会就赶紧把握。成功不会自动的找上门来，同样机会也无需等待，只要我们去创造。很多人因为缺少资金而不敢创业，但杨桂云却在欠着外债的情况下依然成功创业，赢得了财富。这正是因为他善于发现商机并且勇于行动。好，朋友们，想了解节目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以及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看下期节目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他靠借来的8万元开始创业，6年后企业年销售额达到2300万元，在当地人人敬佩。谈起过去，他说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女人。2005年，他事业惨败，家庭濒临崩溃。为了一个商机，他把户口从城市迁到大山里，还四处找树叶、找黄土。他想干什么？6年打造出当地特色产业，带动1500户农民致富。看崔雪芹如何东山再起。